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阿 N 与阿 Lam 的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文千岁的演艺人生。咁呢一集啦，主要就同大家分享文千岁有啲咩作品呢咁样。咁其实主要就同大家分享一啲文千岁嘅粤曲作品。咁文千岁灌录过好多粤语嘅贺年唱片。咁譬如话喺1973年啦，咁就系风行唱片公司，咁就出品过一张大家恭喜嘅唱片。咁另外喺1987年，时代唱片公司啦，亦都出品过一个恭喜恭喜嘅唱片。咁佢演唱嘅贺年歌曲啦，就堪称系经典。在当时农历新年的时候，他这些过年的歌曲几乎是唱到街之巷闻的，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文千岁他唱这些贺年歌曲。在这张大碟里面就有些什么歌呢？就包括有恭喜你、大家恭喜、吉庆满堂、天官赐福啦等等。咁文千岁演唱嗰个粤曲啦，除咗一啲贺年嘅歌之外啦，亦都有《牡丹亭游园惊梦》《牡丹亭人鬼恋》《梁祝》《唐明皇与杨贵妃》《孔雀东南飞》等等呢啲经典嘅粤曲。跟住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文千岁同埋李宝莹合作唱过啲咩作品呢？嗱，佢哋两个合作唱过嘅作品啦，就包括有《牡丹亭之游园惊梦》、《牡丹亭之人鬼恋》、《白蛇传之断桥产子》、《六月飞霜》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、孔雀东南飞、西施、宝莲灯、庵堂应母、天仙配、琵琶记、碧波仙子、十二栏杆十二钗、二道梅、碧玉簪、夜祭雷峰塔、红楼梦、周人献嫂同埋光棍姻缘等等。咁以上呢啲曲目啦，就都系文千岁同埋李宝莹合作演唱嘅粤曲，咁系收录咗喺佢哋嘅唱片里面嘅。咁另一方面，文千岁亦都曾经同佢嘅太太梁少芯合作唱过好多粤曲喎。咁佢哋两公婆合作嘅粤曲啦，就包括有《范蠡与西施》、《云断蓝桥》、《刁蛮公主》、《花田错会》、《草桥惊梦》、《情真梦回潇湘馆》、韩琦杀庙、蝴蝶夫人、落水仙踪、一江春水向东流、江水王夜祭珍妃、烽火姻缘、玉壶泛舟、玉扣同结同心、白兔会、断桥、江山感受、狄青闯三关、拜月记之苍雀、徐公十载菱花梦、海角红楼之玉韵、还琴记、天子寻芳、逆水送别、汉元帝夜会超君、五湖泛舟、
同埋风流仙天子等等。金文千岁除咗同阿李宝莹同埋阿梁少芯合作过之外啦，佢同尹飞燕亦都合作过。咁两个人合作过嘅作品啦，就包括有《楼台会》、《何文秀侍妻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湖不归》同埋《平贵别姚》等等。另外，文千岁亦都同阿卢秋平合作过噶，咁就演唱过嘅曲目咧就有《唐宫恨史》、《周瑜戏小桥》、《吕布与貂蝉》、《神女会双簧》同埋《碧血洒长城》。咁另外，除咗以上呢啲花旦之外，文千岁亦都同其他嘅花旦唱拍档唱过好多歌嘅，好多粤曲噶。咁分别就有同阿邓碧云合作嘅《落水神仙》同埋《歌残血泪飘》啦。咁另外同阿吴君丽亦都合作过，唱《唐明皇与杨贵妃》同埋《蝴蝶杯》。咁另外，文千岁又同钟丽蓉合作过，就唱《手书院》同埋《三笑姻缘》。咁另外又同阿李香琴、林少芬合作，就唱咗一支《西厢记》。咁另外，文千岁又同阿白凤英合作，唱过一首《闻君戏相与》。另外，文千岁又同阿谢雪心合唱过一首《夸凤成龙》。此外，同吴美英啦就合唱《凤国恩仇未了情》。咁就同阿程德芬咧就合唱一首《雪夜祭梅妃》。另外，同阿冼剑丽咧亦都合作过喎，就唱过一首《小凤仙》。咁另外同阿林少芬啦就合作唱过《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》同埋《玉葵宝扇之哭灵团圆》。咁另外同阿女陈慧晶啦就合作过《梅宫画中云》同埋《月王祠庙》。咁另外又同阿刘艳华合作过《蓝蒲野桂香》，亦都同阿蓝红合作过喎，咁就唱过一首《香妃》。咁此外咧，文千岁亦都自己出版过一啲独唱嘅专辑。咁有啲咩专辑咧？咁就包括《偷祭潇湘馆》同埋《宝玉哭情吻》。另外第二輯啦，就有《祭卢水》同埋《西厢待月》。咁跟住独唱专辑三啦，就有《凄凉姐妹悲》同埋《离冤秋怨》。咁跟住就第四个专辑啦，就有《陈琳渡冤珠》同埋《状元郎夜祭玉河》。咁此外仲有其他嘅独唱作品嘅，咁但系呢啲就唔系以专辑嘅形式出，咁就喺收录咗喺佢唔同嘅唱片里边。咁呢啲佢独唱嘅作品咧，就包括《山河泪》、《山伯林中》、《杨义舍花园》、《柳毅全书》、《珠变回朝之哭主招魂》、张宇煮汤、元郎夜祭玉河、陈琳渡灌珠、夜祭白芙蓉、山神庙探月、晴天血女、断肠悲、夜雨吻、心声泪影、云雨巫山枉断肠、吟尽楚江秋、李后主、柴桑吊孝、
莫愁苦，愁欲中离愁，两地愁，愁杯未放，乌夜啼，破阵子，浪淘沙，忆江南，同埋子夜曲等等。另外，文千岁亦都有一啲南音嘅作品喎。咁文千岁嘅南音作品啦，就有《太白醉酒》、《苏东坡梦潮韵》、《客途秋恨》、《梦断沈园》、《南萧衣》、《叹五更》同埋《霸王别姬》等等。此外，佢亦都帮一啲电视剧，咁就录过一啲插曲噶，咁分别就系《七世姻缘》、《第一世孟姜女》、《七世姻缘》、《第二世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七世姻缘》、《第三世卖胭脂》同埋《第四世惊钗记》。跟住是《七世姻缘》、《第五世彩襟配》和《第六世南桥会》、《第七世人月相远》。其他的唱片专辑就包括有《玉钗盟》、《梁天来》、《月光光》、《怀旧小曲十八首》、《重开并蒂莲》、珍珠喂直了，大家恭喜，恭喜恭喜，同埋步步高升等等呢啲唱片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文千岁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亦都全部完结啦。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。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好，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其他嘅伶人故事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拜拜。